那样讲一下感言也不好，好不好用？快点猛碰三声。垃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明。夏天到了，天气最近有变热，我们就想说，如果这边要剃光光的话，会很可爱，然后把它剃成歌星的。最耽误自己就是他的脚掌，脚掌其实是散热的地方，定时让他们清一清呢，就可以帮他们散热。没有啊，这个很安全的，不会踢到你。马金，马金好棒哦，都不会乱动。阿妈，好乖吗？很乖，你看那脸都不敢看那脚。它里面有那个血管，要预留空间呢，不要直接剪断。你看这样，你还有一只脚脚，你下。轻轻松松，小妈轻轻松松。这几天呢，我会把玛吉留在高雄陪阿妈，然后爸爸就要回去工作了，玛吉待在这边几天度假，很不舍得。你看是这个猫肚肚啊。玛吉，爸爸回去之后你要听阿妈的话，知道吗？我们家呢都把猫猫当作是小朋友，然后都会非常爱他们。吓到了。小猫被外面的声音吓到了。玛吉在家里很悠闲的。